Universal Studio。现在在排队等我们的 Minion 来，然后谢谢小冰带我来 Universal。你自己来的哦，给我票来。好，很好啊。我们今天在哪里呢？我们现在是在 Universal Studio Singapore。对，今天有玩什么呢？因为有些神秘50周年，那我们是要去找些神秘来拍照的。要啊，他们有出来啊？有啊，我拍了 Big Bird， 哇，我有 Elsa， 拍 Elsa， 两点有 Elmo 吗？还没有看到，我要给 Elmo 拍，现在我。你们没听错，这是我在唱生日歌，我唱生日歌给芝麻街。芝麻街电视节目从1969年开播至今50年了，新加坡环球影城成为全世界唯一的指定芝麻街生日狂欢派对的伙伴。游客从3月8日到4月28日前往新加坡环球影城购票进馆，可以额外参与芝麻街50周年生日派对。芝麻街生日派对有什么不可错过的节目呢？第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就是芝麻街大咖生日会，你会看到一群的芝麻街伙伴们呢，在纽约图书馆前面的10米高生日蛋糕上呢，载歌载舞，还有魔术表演哦！你不要错过精彩的魔术表演哦！一刹那，你就至今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呢？第二个不可错过的节目就是走进纽约海港里的艾比魔法花园。艾比呢用魔法棒和歌声呢告诉你在什么时候种植什么植物。通过这样的教育性的歌舞节目，是不是很有趣呢？第三个不可错过的节目就是与芝麻街的伙伴大鸟拍摄合照，他先扫路面在环球影城。One main event is the collective exclusive exhibition collective space with festive minimum is 10. Any outlet for F&B is here. 第四个不可错过的节目就是收集纪念胸章，一共有10款的设计，听说呢有些设计呢是蛮难找的，记得要多多与工作人员交流兑换哦。第五个不可错过的节目就是奥斯卡利动这舞在纽约大街，你可以看到他们通过奥斯卡垃圾桶传达环保信息，同时呢他们也有邀请了当地名人领袖和星光学校的学生创意设计50个奥斯卡垃圾桶。最后呢给你们送上旅游贴士，环球影城的这个芝麻街50周年
年的节目是非常的精彩，那我就特别呢就想要给大家小小的贴士，最好呢就是早上十点来呢你就先去纽约街玩，你玩了过后也不要错过下午3点的生日派对哦，生日派对结束后才开始玩其他游戏，那么呢你就会一口气把全部的东西该玩的都玩了。好，谢谢你收看蓝天白云鼠鸽子的视频，我们下次再见。